任达华、梁咏琪主演的电影《小 Q》啱啱做完慈善首映，华哥就收到不少朋友的好评，就连女女 Ella 看完都感动到眼湿湿啊！我女兒看了，她也有少少眼濕濕，但她也覺得好的，我們回來也討論了一個問題，她問到的問題就是，有些事真的世界上需要愛。這麼感動的題材， Gigi 又會不會帶女女 Sophia 去看呢？會啊，尤其是她本身已經很喜歡狗狗，讓她知道我們人和人之間相處之外，還要尊重狗狗，尊重保護小昆蟲，還有知道自己有健全的身體是很幸福，所以都希望小時候可以帶她看這麼有意義的戲。